平时生活中，如果朋友遇到一些困难，你会调解吗？调解了，调解了，除了借钱，除了借钱。喜欢调解事的男的，如果以后结婚了，婆媳关系你会帮他处理得很好。我还不太了解这个，这应该是一个很难一个学问。有人叫你叫你喵喵，我做一些关于猫的表情包怎么样？第一个，我和你飞到蓝蓝。第二张片，那近视吗？真的很像。